音响系统的三大要素是声源、音响设备和聆听环境，这些要素共同影响着音响体验的质量和效果。声源，声源是指音乐、声音或声效的来源，它可以是乐器、人声、录音等。声源的品质和特性直接影响聆听者所感受到的声音效果。优质的声源可以提供清晰、丰富、逼真的音乐或声音。音响设备，音响设备包括扬声器、音频放大器、音频处理器、音源播放器等。这些设备负责接收、处理和放大声音信号，并将其转换成可听的声音。音响设备的品质和性能直接影响音乐或声音的在线质量。聆听环境，聆听环境是指音乐或声音播放的场所和空间。环境中的房间大小、形状、音响处理、吸音和反射等因素都会对声音的传播和响应产生影响。良好的聆听环境可以提供清晰、平衡和沉浸式的音响体验。这三大要素彼此密切关联，彼此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对于营造出优质的音响效果至关重要。综合考虑声源的品质、音响设备的性能和聆听环境的特性，可以帮助提升音响体验的质量，让聆听者更好地享受音乐和声音。